那首先的话，有关我，因为我们这个客人定位在比较后面，就是聚集跟 VBA 部分，所以函数部分的话呢，我们谈的会比较少一些些，有的话可能也就是点到为止，要各位就自行完成就差不多，因为其实在 Excel 里面函数部分用的非常广泛，而且函数其实在 Excel 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快速帮我们完成某一件事情。但是它只能完成一件事情，一个储存格里面，你顶多就是填满，但是呢，它没有办法做连续性的动作。要连续性的动作，就只能靠聚集跟 VBA 的设计。那也是我们这门课最核心的部分。那也就是但是这部分实际上在一般的需求很大，可是实际上在坊间的教材里面，你们可以去书店去翻翻书，也知道。大概十本这个 Excel VBA 书，每讲的都不太一样，角度也不一样。主要原因是因为作者的那个他的 background 不一样，所以他写的就会比较不同了。有些书写得很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写的作者是工程师背景，所以他写出来全部都在讲程式。那很多人买了之后回去之后发现，哇，那个书看半天还是像天书一样会比较辛苦。那但是有一些，它比较偏向是，可能是它是使用者的角度，但是有时候太浅了，所以这部分当然很难拿捏。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Excel VBA 尽量去活用里面当然第一步，请各位还是要对函数有一个基本的认识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一些补充啦，你们自己可以上去找找看。我部落格里面主要就是有入门的部分，另外还有证照部分。其实证照考试在目前的一些业界的需求还是存在的，尤其在用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行不行。那最简单就是你给我看至少证照吧，有个最低的标准OK，那其他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，那什么是函数呢？我想讲义里面有各位稍微看一下。其实函数部分呢，也是 Excel 里面就是微软公司他们自己写好的一个程式。那这个程式呢，它不会让你知道怎么写的，也就是它只是让你用。但是呢，它不会让你知道它怎么写，也就是没有 open source，没有原始码。那 VBA 是我们自己写的，我们自己看得到哦。那也就是说，有一些功能它如果提供给你，你就办得到；但是有些功能没有提供给你，怎么办呢？哦，那这时候你就要自己写了。所以函数有分为内定的，就是它内建的函数，大概256个左右啦。这个数字一直会在增加，就是微软你是有的这个软体，它提供给你的。那如果没有，那你就可以叫做自定函数，自己去设计函数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可以针对你的需求，以后建立一个函数，那就可以去使用。那函数里面呢，当然主要就是说要不要传参数，各位不要应该有印象嘛？你按插入。